比如我给咱这些农民，会当讲咱雨水十年，咱雨水已经十年啊，一四年，有成功安尼哦。啊，而且再比如咱国泰民安，讲了有损，啊，五谷丰收。一拜风调雨顺，再拜国泰民安，三拜活动顺利。我们的2022年黑泥祭活动顺利。会辛苦啊，农民才辛苦啊。嗯，所以我要站起来跟呼吁消费者。嗯，今年的面粉、小麦都涨价，多吃我们的白米。白米的话，一个消费，一个家庭消费者一个月才600块，多花个20块、60块买我们的白米，不只是可以吃饱，还可以支持台湾农业的永续。水和田里面，它养的地下水70%。台湾的无奈一半以上跟稻米有关系，生态环境如果没有水稻田，没有进城武术，没有水稻田，没有云龙舞集的稻荷表演，没有水稻田，没有阿妹的台东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，还是要支持我们的农业农产品。好，谢谢。一切就跟过就是，我不止跟这个，像之前红豆，夏日都要帮忙啊，所以从小几乎每一个作物都有做过，那这个我们才能更感同身受。对农民的努力，我们应该要让他有更好的收入。那要做最快的，就欢迎所有的消费者踊跃购买我们台湾的农产品，这是最支持农业永续，也可以顾及消费者的粮食安全。那所以主委，我们要调高那个公粮的收购价格，让农民有更好的收益。我们现在做的是要比调高公粮收购价格更好的方式，这是推动四选三大区轮作，让水稻的面积适度的减少。跟各位报告，我们今年要推的饲料玉米全年会超过第二期超过3万公顷，让一二期一年有5万公顷的品质玉米，将水稻面积减少，水稻价格会更好。那我想这个是可以达到种水稻的、种玉米的。我看内底，兄弟们拢看到，爱给咱注意一下哦。我待会儿，搁一届，咱要问到位上水，恁讲溪州上水，来哦。